好，我们现在再来做一遍海底针，有漏气奥布。海底针做的时候，两只手是上下画圆、画立圆，右手掌做侧立掌，左手掌做伏案掌。好，我们朝向正面做一遍。那么，海底针两只手的它的运作。是像我们蹬自行车的两只脚的啊动作一样，啊做这样的立向的，啊立向的立轮，那么做的同时丹田有一个立向的旋转，好，那么右手向下变成立掌，左手仍然是伏案掌，后脚跟半步，左手向前推按的时候，右手向下，左手向下的时候，右手向上提，同时左脚提起。左脚和右手同时向下，那么海底针我们练的是哪个部位呢？那么海指的是气海，气海也就是丹田的部位啊，海底就是会阴啊，就是会阴穴这个部位。那么海底针实际上练的就是气海底部的这个穴位的感觉啊，就好像我们从我们的会阴穴啊有一种那种。东西出来，啊，像针刺，啊，我们在站桩或者打坐的时候，有时候，啊，我们的会阴穴会有发热，啊，发热，发那种针刺一样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海底针练的就是这个，啊，会阴穴的穴位。好，我们再来做一遍。好，走，根部，侧立掌的旋转。下，海底针。下一个动作，扇通背。我们身体抬起的时候，左手掌放在右手小臂的内侧，左脚向前踏半步。啊，左手掌向前推出，右手掌向上撑，向上撑。那么，在开启，两掌开启的时候，像扇子在打开一样，像一把扇子打开，所以叫做。扇通背，我们朝向正面做一遍，海底针，起，扇通背。那么，海底针和扇通背的用法要结合起来啊，结合起来。海底针有的时候啊，是用对方的手抓着我的啊，抓着我的手之后，那么我用海底针的方法。向下，向下，向前，向下，向前啊，去打啊，去把对方的手解脱。另一种方法就是，他连啊，把扇通臂结合起来用。下去之后，手扇通臂，扇通臂的动作，摔法，摔过去啊。那么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海底针和扇通臂，它的。连贯性必须要好啊！接着我们走一遍，海底针、扇通背接起来走啊！尤其是海底针的手向下插的时候，一定要向前送，送出去，下去之后送出去，接着起来，变成扇通背。下一个动作，转身白蛇吐信，由扇通背变转身白蛇吐信的时候，右手握拳向下落，左脚内扣135度，右手掌啊在头顶，重心移向左腿，右拳变掌，从左臂的内侧穿出，从下巴前向前探出。然后握拳，收回退掌，啊，推左掌。那么，白蛇吐信，它是体现了一个掌从嘴中出啊，我们的这个掌像从嘴中出去一样啊，像蛇的舌头啊探出去啊，蛇的舌头探出去。那么，在握拳的时候，一定要放下来，放在腰侧，
扣脚，转身，探出，弓步推掌。那么，这个动作的用法啊，这个动作的用法，在这里啊，到这边来啊，这个动作的用法在这里。那么对方在后边抓我的手臂啊，抓我的手臂放下来，那么我的手可以在这里做一个，做一个啊，探对方的眼部或者是喉部。另外，在这个地方我落下来之后，还有一个肘，有一个肘的使用。那么对方用手掌封住了我的肘之后，这个手下来，在这里有一个拿法啊，有一个拿法啊。那么掌有一个扑面掌，或者是啊撇身锤都可以同时用。所以，那么两个啊撇身锤后面啊变成白蛇突信，都是由啊都是由山通背开始，前面一个是撇身锤啊，后面一个是白蛇突信，所以这两个呢都可以啊连起来用啊，我们可以做撇身锤的用法，也可以做白蛇突信的用法啊，可以做白蛇突信的用法。好，下一个动作斑斓锤啊，斑斓锤由山通背白蛇突信啊，转身白蛇突信变斑斓锤的时候，右拳从左肘的肘腕上部穿过，穿的时候拳心向上，然后重心向后，在这个时候呢丹田有一个内转啊，有个内的搅动啊，有一个内部的搅动啊，内部搅动之后重心后移，右手由掌心向上变掌心向下，向后捋向前啊，把右拳拳心向下平送出，旋转斑斓锤打右拳。那么前面我们曾经讲过啊，前面我们曾经讲过，那么做这个白蛇突信之后啊，对手对我的这个左手有一个拿的动作，或者是格挡的动作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我这个手到这里啊过来之后，有一个向前，或者是有一个向前啊，向前啊，这个用法啊，斑斓锤的用法就是，那么过来之后，对手抓住了我的右手腕啊，抓住了我的右手腕的时候收啊，有一个拿法，然后变成向前推出斑斓锤。好，现在把这三个动作连续做一遍，连续做一遍。向东背转身白蛇吐信，斑斓锤，接下来是揽雀尾，上步左脚尖外摆，右手变掌啊，右拳变掌向下抱球，捧捋挤按，好，现在我们朝正面做一次揽雀尾斑斓锤，右拳由拳变掌，左脚尖外摆45度，根部抱球，右脚向前迈一步捧，一开始是啊横向的捧，然后坠肘，坠肘向右转腰，
重心向后坐，向左转腰，好，向右转腰，两掌合，向前挤，两掌平抹，向下按，好，我们前面讲过揽雀尾的动作，那么一开始是横捧啊，是横捧，横捧呢是对方两掌按我的两臂的时候横捧，这时候呢坠肘，坠肘，肘坠下来之后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推手的啊一个动作，过来接手捋，挤，挤的时候正好搭在这个位置，挤，平抹，按，对方一个捧过来以后按，向下。向下按出，好，我们再做一遍，搬蓝锤，脚尖外摆，横捋，挤，下一个动作单边啊，右脚尖内扣135度，和前面的单边动作是一样的要求，那么刚才我们在按过之后就体现出来啊，前一个动作的结束就是后一个动作的开始，按过之后下按向前的时候，实际上应该说从这里就应该开始做单边了，向前，重心向后，手继续向前，右脚尖内扣，单边啊，单边的手一定要朝斜后方，好，现在啊，现在我们把第三段啊，由第二个云手开始，第三段整个演练一遍。好，单边，做单边，然后第二个云手走，云手的时候啊，按照我们刚才讲的腰、肩、肘、腕、提、捧、转、落啊，两脚要脚尖落，脚跟起啊，脚尖落地，脚跟提起，松腰松胯，好，那么两手的高度要在自己的鼻尖和眼睛之间，云手，下势，好，再重来，重新做。刚才这一个单边啊，他做的就是步伐迈的小，那么下势的时候下不去，再做单边，最后一个云手的单边，不动作迈的，好。现在他的步伐稍微宽了一些，那么做下势，重心后移，好，这样做下势，那么就可以做的比较舒展，起，金鸡独立，右势，金鸡独立，左势，好，左右倒捻猴，注意两脚后退的时候一定要画弧啊，画弧，撤回来画弧，向侧后方迈出，对，好，注意
两脚在后退的时候一定要画弧线。斜飞式啊，注意啊，要松肩转脚向上，提手上势，注意啊，一定要向前松开，松开捋啊，松开以后再向下捋，靠，白鹤亮翅。左搂七奥步，海底针，好，注意手一定要向前向下探出，接着做山通位。好，停一下，这个地方这个动作做下来以后，一定手不要向回收啊，做山通位的时候手不要向回收，而是向前，向前，向前起来。好，再来做楼梯腰部海底针，好，向下，向前起，对，好，山东妹托起，转身白蛇吐气，好，注意这里啊，白蛇吐信之后，这个手不要吐出去收回来，白蛇吐信吐出去之后要向下，要向下有一个，吐出去之后要向下有一个带，向下有一个带，一边带一边握拳。好，再做一遍山东妹，走，好，吐出去向下握拳收回，好，斑斓锤，上步揽雀尾，横捋挤按，单边好，下面是第三个运手啊，接着走第三个运手，走，接着走第三个运手。那么第三个运手和前两个运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啊，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多讲了啊，第三个运手仍然是以腰带肩，肩带肘，肘带腕啊，通过提横转落来完成整个运手的动作啊，腿部的动作松胯啊，松胯提起，单边啊，注意在这里我们云手还要讲一讲腿部的动作啊，腿部的动作。那么腿部的动作在做云手的时候，提起来，这个脚提起来不要提得太高，但是也不要
啊，就这样直接横向的带过来，而是这个脚有一个像从泥地里把脚拔出来，然后又插下去，啊，从这个泥水里面把脚提起来，然后又慢慢的落下去，提落，不要提得很高，但是呢也不能啊就没有向上提的动作，一定要提，这时候胯一定要向上收，提落，提落，一定要松腰胯，松腰胯。好，再做一遍，用这边单边，单边变云手，走，好，胯松，提起，落，好，提，落，提，要提起来，好，落，左脚要提起来，向上提，落，啊，不要平着，横向的平行运动，而是有一个提落，提落，对，好，注意。勾手一定要啊，一定要捏在一起，成了一个梅花状，五指成了一个梅花状。勾手，下一个动作，高探马带穿掌，右脚尖稍微内扣，右勾手变掌，高探马。好，我们朝向正面做一遍，单边高探马。注意，右勾手变掌，向前。做高探马的时候，身体要提起来，重心在右腿，右脚向下，百会穴向上顶。这时候你整个身体把它提起、提升、拉长。那么从技击含义上来讲，就是左手被对方啊抓住，那么左手向回抽，右手向前去啊，用右掌的掌指去探对方的眼睛、喉咙啊，眼部和喉部。高探马穿掌，右手掌心向上旋转，然后左脚向前踏半步，左掌向前穿出，右掌由掌心向上变掌心向下，放在左腋下。好，现在把高探马带穿掌的用法啊来展示一遍。高探马带穿掌，那么现在是我的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，那么左手不管是作为一种引手，或者是被对方抓拿住，那么我手向回收，右手向前，那么向前的时候对方的手会来啊，会来阻挡我的手，或者是抓拿我的手啊。这时候如果是对方阻挡我的手的话，那么我这个手下来，这个手穿过去啊。如果是对方抓拿我的手，那么这个手向前旋转，旋转向后再旋转啊，两次旋转从对方的手中脱出啊。那么高探马带穿掌，穿穿啊，他的两个手掌的目的都是对方的眼部或者是喉部。好，我们连续做一遍，高探马带穿掌，好，右脚尖稍微内扣，右勾手变掌，高探马穿掌，右手掌心变向上，左脚踏半步，掌心向下穿掌。好，穿掌，这个掌一定要伸出伸直，然后下一个动作，转身十字腿，两臂形成十字，
左脚尖内扣135度，踢右腿，蹬脚啊，蹬脚，转身狮子腿，实际上就是一个蹬脚，就是一个回身的右蹬脚。好，左脚尖内扣，蹬脚，落，右手握拳，左手掌，掌心向下，然后上步，左手做搂膝，右手做指当锤。啊，这个动作是指当锤。好，再来看，高泰马带转掌后，扣脚转身，踢腿，十字腿，收，右手握拳，落，好，我们朝向正面再做一遍。高泰马带穿掌，左脚扣，转身，蹬脚，落的时候右手握拳，右手一边旋转一边前移，左手做搂膝奥步状，右拳从腰间向前做指当锤。那么这几个动作的用法，那么就是在高泰马带转掌之后，背后有对方有敌人袭来，回身一个蹬脚，蹬脚之后对手啊，对手在这里用手握住了啊，握住了我的手，这时候呢回身上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也有一个拿的动作啊，有拿动作之后转身走啊，再一个就是上步，有一个指当锤，打对方的当腹部啊，打对方的当腹部。好，我们连续做一遍。高泰马带转掌，左脚尖内扣，回身，十字腿，右手握拳，指当锤。下一个动作，揽雀尾啊，左脚尖外摆，右拳变掌上步，捧，捋，挤，按。接下来是单边，这两个动作都在前面有过详细的讲解，这里呢就不再重复。好，把这一段啊，从高泰马带穿掌连续做下来，做到单边。好，左脚尖内扣，回身，十字腿，进步指当锤，上步揽雀尾。横啊，手不要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横，捋，挤，按。南边，好，好，下一个动作，下势，由单边
做第二个下士啊。做下士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，单边到下士的这一个单边步伐要稍微大一些，然后后脚右脚尖向后摆，手向前，左手向前，向前立掌变成平啊，变成平掌啊，向前，然后重心向下移，做下士的时候左手收回，顺着自己左腿的内侧向前穿。好，再做一遍。单边，右脚尖向后摆，重心向下，下士。下一个动作，上步七星，注意，起，右脚尖内扣，后手变掌，左脚尖外摆，然后两手握拳，右脚向前，迈出一步，脚尖点地，两拳在胸前交叉，右拳在下，左拳在上，上步七星。好，我们从侧面做一遍。下士，后右脚摆左脚，两掌握拳，上步七星。接下来两拳变掌，右脚后撤，两掌向下按，向右转腰，退步跨虎，左脚抬起转身，脚尖落地，退步跨虎。好，我们从正面做一遍。下士，上步七星，退步跨虎，向右转腰。那么这个动作的用法啊，这个动作的用法，那么上步七星它是一个被对方抓住手之后啊，上步七星，如果要是对方的左右手握我的左手啊，右手握我的左手，那么我这个手上步七星应该是由上啊，由上向下，这是一个拿法啊，上步七星到这里，这是一个拿法。如果对方的左手握我的左手，那么呢我的上步七星是由下向上啊，由下向上啊，是一个拿法。所以实际上那么就是把对方的手架在对方架在自己的手上，对方一拳打过来，这样子变一个拿法的时候是右手拿对方的右腕，左手推对方的右肘。如果是对方的左手打过来的时候，那么是啊，左手拿对方的右腕啊，拿对方的左腕，右手推对方的左肘，它不同啊。所以对方的右手打过来的时候，那么我的右手在上在内啊，是这样的拿。那么对方的左手打过来的时候，右手在下啊，在我们这套路当中呢是右手在下，上步七星，上步七星，退步跨虎啊，退步跨虎，两拳变掌，向后向前。那么退步跨虎在用法的过程当中就是啊，对对方有一个向后啊，通过上步七星向后有一个踩里，然后用掌去击对方的头部，踩里过来之后啊，用掌去啊去击对方的头部，退步跨虎啊，有一个用掌击对方的头部。好，连续做一遍。单边，下士，上步七星，退步跨虎，
啊，这个手不要太高啊，太高了就变成了白鹤亮翅，啊，退步跨虎。好，由退步跨虎变转身百连，左脚向前踏半步，左手向前，右手向下按，重心仍然在后腿，重心仍然在后腿。好，再来，从正面看，咳咳，退步跨虎，左脚向前踏半步，啊，然后左脚尖内扣，重心在后腿，右脚尖外摆，左脚抄过来，啊，打一个双百连。好，我们从啊正常的啊位置来看啊，退步跨虎，走，左脚尖内扣，右脚尖外摆，左脚抄，然后双百连，百连之后你的脚要摆到右后侧，右后侧啊，右后侧，不要把脚摆到右前侧。所以我们在做双百连之后，弯弓射虎的角度要朝向前方的侧面，双百连以后两掌捋过来到胸前握拳，弯弓射虎，弯弓射虎。那么这个拳呢，如果练过形意拳的大家都会知道，和形意拳的炮拳有些类似啊，弯弓射虎。那么在这里就像左手握了一张弓，右手再拉弓弦，把弓弦拉开啊，弯弓射虎。好，我们连续做一遍，退步跨虎，走，左脚尖内扣，右脚尖外摆，转，双百连，捋，弯弓射虎。弯弓射虎的拳要放在太阳穴上，左拳用拳面啊，用拳面，拳的平面去击打，右拳放在右太阳穴上，弯弓射虎。那么这几个动作的用法，就是在退步跨虎之后啊，有一个摆，摆连脚，摆连脚就是用来摆对方的腰部或者对方的颈部啊，对方的腰部或者对方的颈部，摆过来之后，两拳相握之后，有一个这样的动作，弯弓射虎啊。那么从练内劲的角度来讲，它是一个拉弓的动作，一个对拉。那么从击技角度来讲，就是一个啊，一个格挡，一个打拳啊，一个格挡啊。那么可以左右同时都可以。那么这个动作呢，它就类似于形意拳的炮拳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连续从单边下势一直到啊这个弯弓射虎，连续做一遍，单边下势，上步七星，退步跨虎，转身百连，扣脚百连，弯弓射虎。好，注意现在我们的角度是朝向斜前方。下一个动作，斑斓锤。那么弯弓射虎变斑斓锤的时候，左脚的脚跟要向回收，左拳变成掌，掌心向上，右拳由上向下压，压到左掌平的时候，左掌变成掌心向下捋，然后右脚跟上一步向前做斑斓锤。做斑斓锤，那么这个动作就是在弯弓射虎，在弯弓射虎击打对方的时候，击打对方，对方这个拳打我，那么我这个手过来击这个拳击打对方，那么对手用这个手握住了我的这个拳啊，
这时候怎么办啊？把这个手放下，不要阻挡视线啊。这里，然后注意这个拳在这里下来啊，在这里下来啊啊，然后一个搬篮锤上去啊，搬篮锤上去。所以呢，弯弓射虎，从这个角度到这里，到这里下来。好，我做一遍，弯弓射虎，左脚跟向回收，向下搬篮锤，接下来卢峰四壁，卢峰四壁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了啊，它体现了一个趔劲儿，十字手，收势，收势的时候，两臂徐徐落下，两掌落至两胯侧的时候，掌啊也是掌根下按，掌指上翘，然后食指向下微微用力，放松，左脚收回。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最后一段啊，也就是说从弯弓射虎到收势这一段里边有搬篮锤、卢峰四壁啊，卢峰四壁我们过去讲了，卢峰四壁它体现了一个啊趔劲，太极拳的趔劲，这里拉开之后，这是一个趔劲，趔劲的时候尾闾要内收，丹田要收啊，收腹收丹田，趔劲向前推出啊，然后做十字手，十字手，十字手的时候左脚尖啊，这重心要向后移，也要出现一个对称劲，脚尖内扣分啊，右脚跟提，右脚落，交叉捧起，十字手，两臂分掌根下按，食指下按，好，现在我们把第四段，也就是最后一段啊，最后一个云手啊，第三个云手开始，一直到最后这一段演示一遍，单边云手，啊，云手要按照刚才我讲的要领啊，上部就是腰、肩、肘、腕，提、捧、转、落，下部要松腰胯啊，要脚跟抬，脚尖落，横向移动的时候要像一朵云在飘来飘去啊，要走出这种意境来。好，单边高探马带穿掌，好，停，这里一定要掌一定要穿出去啊！再来单边，注意看啊，单边高探马的时候，这个掌一定要穿出去，不要停在一半，一定要穿出去，穿出去，肩要松开，一定要穿出去，穿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有个对拉，两掌之间有个对拉的劲儿。好，接下来走，穿掌，回身十字腿，指当锤。
指当锤是打对方的当腹部啊，注意它的高度一定要掌握好，打到腹部以下，当和当腹部不要打得太高啊，拳要平。好，走，脚尖外摆，上步揽雀尾，横坠肘，捋挤，重心后移，单边，好，步子一定要迈大，因为下一个动作是下势。好，下势，走，上步七星。两军要交叉啊，退步跨虎，好，转身摆镰，弯弓射虎，脚跟收，搬篮锤。无锋四壁，十字手分，好落，收势。